给你留一点吧，让人家别人吃吃、必须给，今天就是专门来吃鲍鱼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来露干净啊。美食不选错，来来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大胖，大包。今天峰哥跟大胖来我们合肥啊，今天咱们吃一个合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助餐，一个人100块钱都不到，对，鲍鱼随便吃，那必须搂他，老板上一个，走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这个海鲜自助餐，119看一下这有什么，峰哥，来这个啊，虾啊，这是活的啊，活的这个虾，来，这个，大田螺啊，看到没有，都有啊，好，都有田螺，来，最重的是什么、啊？真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活鲍鱼，我最喜欢的啊、必须给老板上个活鲍鱼，来，继续往上啊。这个活鲍鱼啊，来，这个活鲍鱼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生蚝，也是不限量，活的。这边是烤肉，还有这个大骨头、鱼的。看到没有，兄弟们啊？我拿的全部都是鲍鱼，看到没有？拿了30个鲍鱼，全部都是鲍鱼啊！要吃就吃最贵的啊！哎，这奇了怪了，这个海鲜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、这个羊肉串是正儿八经羊肉串哈，纯羊肉那种。他这个羊肉串不带掺假的，好吃啊，很好吃。来，兄弟们，再来点一个羊肉串。哇，好香！很多人经常会在我们视频底下说，大胖，你评论好的餐厅你就收了钱了，不好的餐厅。你就是没收钱自费的，我告诉你哈，很像这个羊肉串。我陈大胖在视频里面说句实在话啊，大胖看见一直都是花钱的，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，也没有打广告啊。我来证明，实话来看，这好事，这好事。那不好就不好，我也不花钱，对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小孩也来了，他真跑了。好像啊，这是羊肉串。刚好吃来，兄弟们，这个羊肉串也好吃啊，尝尝味道啊！哇哇哇！大猪蹄，它是先卤后烤的啊，肉感很好吃，尝尝。这个是赤街牛肉啊，哇，甜口的，这羊肉串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来，这个猪蹄做的啊，真的没那么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这个猪蹄配鸡羊肉串的一半，不好吃是吧？来，直接吃完前面。再吃一串。对，这个羊肉串确实好吃，很鲜。好吃好吃，这个。这是冰的。好了，猪蹄了啊，不好吃。帮我另外擦一下吧。我看看，你吃不了，给老公。猪蹄大，兄弟们，来。猪蹄大，是吧？把这块给你。可以。这也还行，反正。是吧？哇！哇！哇！你除了肥吧，那都还是什么？这啥都软糯。你说你肥什么？是吧？你肥什么？非常的软啊，你看，兄弟们，看，烤的非常的软嫩，入口即化了啊，入口即化啊，你除了入口即化，你还会什么？入口即化，我比大妈帅，大妈帅，女猪界浪啊，对，真的还可以啊，好吃好吃，好，兄弟们啊，咱们鲍鱼开锅了，看到没有，熟了啊，太有食欲了，你们看，哎呀，看了多少鲍鱼，哇，在合肥哈，这一个鲍鱼得卖到几块钱一个，大概6至9块钱吧，确实啊，确实，我上次去超市里面好小一个卖了6块多，
这个鲍鱼也是有肥有瘦的。对，峰哥不要给我抢了啊，都是我的。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鲍鱼剩下吃过瘾啊，兄弟们啊，来我挑几个行为了啊，你挑没事，上面也带屎的。哎呦后面它不是带屎，它是干儿，直接用手吧。对的，这太软了。哎呦都是屎啊，都是屎的。嗯，这鲍鱼会这么软呀、啊，就是啊，下锅的时候里面水分太多，没有激发出来，是吧？对，难怪这么软，不是吧？哇！哇！哎呦，拿筷子的大哥，哎，你那能不烫死吗？我叫你拿筷子，这手拿这边，我中间都挤不下来了吗？你看我的，你看看我的，你不烫死？你不是说的？抽裤子懵逼吗？看看我的，小伙儿，等我们到西南取经之后回来再吃吧。还吃我的？都在吃我的。好吗？能不要鬼叫这么多人，大哥。我这个手抓的，你还吃？啊，对，吐点口水进去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吐点口水进去。吃。吃吧吃吧，来，峰哥，加料料的，来，加料了，加料了，峰哥，来吧来吧，来来来，那我咱喝酒不要喝酒，我也是客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我，啊，我吃个鲍鱼，直接鲍鱼里面吃了口水，不是，这是客人，我都吃不完了，给你吃，好的，来你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加过重料的，加过重料。看完全吐了口水在里面。嗯，给你加点料。啊，看我的位置。嗯。呀。嗯。哦。串串。嗯，好不好给你做的？这个鼻涕。哇。阿里加料了。嗯。哎，真香。嗯嗯。好。再来家吃鲍鱼。你这个蘸酱，你这个是什么蘸酱？这个。啊是那个大醋，跟那个花生酱，还有这个盐油，嗯，典型的我们这边的重口蘸酱，嗯，就跟我们吃那个面条调的那个酱一样的，嗯，就我喜欢吃这个，是，好吧，过年了，嗯，在那个包包里吧，啊，嗯，哎呀，嗯，慢点慢点，还有，哦，还有，我饿坏了呢。哎，嗯，这边也来，我等会等会，不着急，我放凉，这才叫吃鲍鱼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嗯，哇，这才叫过瘾，继续录的啊，兄弟们。来，兄弟们，今天我就专门来录他家鲍鱼的，继续录啊。大弟，你留一点吧，让人家别人吃吃啊！必须给，今天就是专门来吃鲍鱼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来捞干净啊！走。啊！必须捞过瘾啊，兄弟们，开始蒸啊！看到没有啊？捞这一桶鲍鱼啊，来！他这一筐鲍鱼是彻底回鲍鱼啊，峰哥，真的。大弟，你留一点吧，让人家别人吃吃啊！必须给，今天就是专门来吃鲍鱼的，我跟你说啊。捞干净啊！走。必须捞过瘾啊，兄弟们，开始蒸啊！看到没有啊？捞这一桶鲍鱼啊，来！他这一筐鲍鱼是彻底回鲍鱼啊，峰哥，真的。